收拾完之后给。 Thank you.
台。
Thank you.
你是不是我最爱的人？
顺着走，你是不是我的最？欢迎光临各位，6:30的大姐。你看，表哥在这里，跟他换个刀握手吧。表哥，来等我。好，恭喜我们这位小姐姐，您来的早不如来晚，现在时间刚刚好。今天是您的，你的出发了。